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飞碟晚餐，我是陈辉文。中华民国109年12月15号，今天是礼拜二。报告我们今天节目安排的内容啊、哦，这个统编之乱哈、哦，没有办法哈、哦，这个一个行政院长的一个公关秀啊、哦，那这个秀没做成，反而。这个万箭穿心啊，这我想苏院长也没意料到，就是买个漫画送给孙女，然后提醒大家三倍券赶快用一用花一花啊，结果也能够闹出事来哈、哦。这个在两个月前、三个月前的苏院长应该是没有料想到，还有人等的钱的时阵哈、哦，没有想到说这个丁一鸣的突袭，然后一连串的这个哈、哦。那当然我相信苏院长他也很了解说，如果是被国民党或是被蓝营的这个攻击啊，好考 C 啦什么的，我相信苏院长他还是能够这个好一笑置之的哈。但是如果说这些箭啊，这些这个使绊子啊，是从民进党内部来的话，那相信苏院长非常的伤心啊哈。那其实我觉得苏院长他第二个任，因为他之前在陈水扁的总统那时候就当过行政院长，这已经是第二次了，这次够本了啦，这次真的够本了，那也没什么 好遗憾的，就是我觉得他阶段性任务是完成了，那大概就准备在立法院临时会之后换人了。那今天蔡总统还在帮苏贞昌加油，蔡总统你要去检讨的，因为蔡英文他这个有政府会说谎，不是有政府会做事，是有政府会说谎。蔡英文总统，你要想想看，你在换林权的时候，你在换赖清德的时候，你讲过什么？那台湾的媒体也实在是弱，就没有办法把蔡英文那时候帮林权、帮赖清德背书的剪出来吗？啊，这个媒体的这个弱化哈、哦，实在是这个整个监督的力量也都鼓也都会。啊，林权跟赖清德这不要懂哈，北差的北差啊。那疫苗的部分哦，这个自由一直做独家了，我也很讶异，《自由时报》抢这独家的意义在哪里哈？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子啊，就一个大众传播媒体哦，这种新闻抢独家是没有什么必要啊。啊，你自己都讲说指挥中心不证实，你这独家的。你不能为了写独家而独家。好，第二段我们看高雄的一个骚扰的案件哈，这个案子竟能够这么顺利的这个破案呢？当然就是因为这个大马的女大生她的牺牲啊，好，她的不幸啊，然后才会有今天这样的这个情形哈，也实在是真的没办法哈，就是但。因为大马女大生那个事情发生没多久，警察比较那个，那如果再过一阵子会不会又固态附谋，好，这个就是我们要去观察的。好，今天第一段我们谈那个这个华航货机的这个涂装的修改。好，那我们那个北京的陈小姐昨天空进来特别提到那个她认为应该五统。那在我们 YT 的聊天室这个五统的部分，我比较抱歉，我也请我的扳手这个严格的执法，包括那些什么解放台湾啦、啊，什么片甲不留啦、啊，好，在这边呛呛那种的，这个我们在聊天室是不欢迎的。但如果像昨天北京陈小姐她认为武统是最好的方法，那我相信大陆有部分的朋友应该是跟她一样的看法了，部分啊，到底几%我不知道啊。那我昨天也亏陈小姐说，幸好你不是习近平啊，你不是中共的对台工作小组，那你有这样看法，我们尊重。所以你在聊天室可以、哦、修改一下你的这个尺度，但如果你扣音进来，你要说你赞成武统，我会让你讲啊，我会让你讲啊。那你言之有物的话，那你只要不要讲说什么打杀什么的，不要那种刺激性的字眼，不要讲的话，你赞成武统，我也会让你来这个扣音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宋聪。哦，宋聪，我在聊天室骂他好多次，他就喜欢在聊天室那边跟人家啊，嘿嘿叫哈。就昨天礼拜一，我们那个辉文看社会的这个 Discord 的 call in， 宋聪来了，
搞了半天他住在这个长沙、哦、在湖南、哦、那宋聪你有这个就是你有什么看法就打进来啊、哦、就所以在聊天室那些枪宋聪都可以 disco 你为什么不能 disco 呢没有什么问题、哦、每个礼拜一晚上七点我们都有 disco 的这个服务、哦、让这个 你有意见的你打不进来的就从 disco 的那个所以你看我昨天 disco 接的我都是接新的朋友之前没看过朋友优先的上线好你只要去我们这个慧文看社会在观点频道的那个 QR code 的那个去扫一下你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 call 那我们这个广播的 call 还是继续来88623639955好这是我们的 call 电话我看到我们的老朋友那个阿辉泰国齁阿辉泰国你对我的 call 题目有意见我尊重啊但是我是主持人你不是啊好那你呼吁大家不要 call 哦这个对我而言有点挑衅的意味啊！好，你经常来，你经常的抖内是我们忠实的这个网友跟听众朋友，这个没有错。但是你要想我的立场，你在聊天室呛大家，叫大陆同胞不要扣印，这样你对我好意思吗？这是我的节目哎、欸，你可以反对这个题目，你可以不参加讨论，好，你也可以不扣印。那你今年也打过了，那你说叫大陆朋友不要扣印，这个比较。我比较抱歉啊好请你谅解我的立场我是主持人我开这个 call in 的题目那你觉得题目很不好或是我主持人不好那你总不能聊天室呼吁大家不要打吧啊我的这么多的网友只有一个人有免死金牌你没有好我有十个扳手只有一个扳手有免死金牌你没有好啊你这样子我觉得不是很友善啊你有什么看法好我们可以在 Discord 聊或是明年这个元旦之后你困境我这个题目到底招谁惹谁啦、啊、所以我昨天也问说到底就是大陆朋友你现在打进来哈88622363这我讲这题目是有得罪到谁吗所以我也很开心昨天观点的朋友有几位大陆朋友讲说他们也认为这样子攻击这样子飞对民进党对蔡总统是有利的有利啊为什么我就每天炒作这次就好了你到苹果电子报去搜寻好苹果的网络去搜寻你打攻击两个字出来的新闻是1000多则啊那苹果日报之星路人皆知嘛他就是要把香港跟台湾绑在一起嘛好最好这个美国跟这个大陆赶快打起来他的想法就是这样子他就每天攻击来他都写一篇啊就有人希望两岸不好嘛啊、有人希望两岸好、啊、希望两岸不好的人你的滴滴滴塞狼嘛好那 我希望大家坐下来谈坐下来这个、哦、理性的这个讨论、啊、到底招谁惹谁了好你这样看叫你不顺眼到底是怎样这两岸关系不好是我干的是我害的是我造成的就我都觉得很奇怪到底是敌是友是有这么有这么难分别吗就如果今天是大陆的解放军要打过来那大家就没得谈了嘛你说武统没得谈大家就打个拼拼啊这个18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那就算了那时候就是敌嘛如果两岸真的要开打的话那不管什么原因看就真的要开战那就是敌可是在没有开战之前都是友啊然后依照两岸的宪法两岸是同胞啊依照两岸的宪法两岸是同胞啊我在讲一遍依照两岸的宪法两岸是同胞啊啊讨论这题目到底那个是到底是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啊阿辉泰国你不要跑我总有一天要跟你在这个网络上讲清楚、啊、我想听听看你到底在想什么因为你每次留言你写那个我没办法看啊你看我为了解释你我花了好几分钟的时间你叫起一下来你好你好慧文你好你好嘿你好我是上海的我姓王。王先来你请说来。对对对。我听你节目也很久了就是现在关于您提到的解放军军机绕台的这个问题。哎。其实我从我个人观点来说我觉得解放军军机飞其实它是要不断的提醒台湾这边的台湾人民就是说两岸从1949年以来一直还处于内战没有结束的这个状态。王先你说这样飞能够让我们怎样
能够想起这件事情就对，重视这件事情。就是说，因为现在两岸之间的经济其实很热络，人民之间的交往也是有一定的，在经济这个范围里面有交往，但是呢，在政治方面，在军事方面已经完全断了联系了。所以从政治角度，从那个军事角度来讲，就是两岸之间就是变成只有一个经济来往，没有任何政治上面的交流，也没有任何军事上面的交流。那变成什么情况？就是变成大陆跟台湾之间的关系，跟大陆跟日本或者跟韩国之间的关系已经没有什么区别，没有经济交流，没有这种政治上的一些交流了。对，王先你也言过其实的，譬如说假设没有疫情哈，我要去上海去走玩个几天哈，我也没办法拿护照去啊。啊，对。对，我那你改天你拿大通证，你要来台湾这个哈自由行，你也不能拿你们户，你也拿你们的那个大通证来。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问题。对，王先生，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好不好？就是说这样的共机这样飞，对两岸的利弊得失，你觉得嘞？就是说这边有一个定义，就是两岸的这边就是两岸关系是指什么？对两就是共机这样一直飞，对两岸关系的一个利弊，这牵涉到一个两岸关系的本质是什么？嘿。所以两岸关系的定义，首先是要有一国，如果没有一国的话，其他任何的两岸关系都是次要的。比如说人民的观感，比如说经济的发展。王先生，你跳题的啦，你要跟我谈两岸关系，因为我之前很多年前我的口语第一题就是两岸关系是什么，我不晓得那时候你有没有听啦。Anyway， 我现在的题目是说共机这个事情对两岸关系的利弊得失啊，你如果要切开去谈两岸关系，那扯不完啊，讲不完啊。我知道，就是共机绕台对两岸关系的利弊，我觉得是利大于弊的。利大于弊，嘿，是站在大陆的立场，利大于弊。对对。那如果站在台湾的立场呢，也是利大于弊吗？因为站在台湾的立场，我觉得也是不断的，就是说告诉台湾人民，就是两岸其实属于一国的，因为两岸的政治就要靠共机这样子，要靠共机这样飞来提醒大家就对了。因为没有办法，因为政治之间已经完全切断了。王先，大陆这么大，这么强大，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只能派一台侦察机在那边飞飞飞，这什么逻辑啊？但是如果不飞的话，你觉得还有什么办法？不是，王先，这个事情是习近平要去想办法的。他是大陆最高领导人，他一定有他的智囊团，他的决策小组，你想点办法吧。哪是靠你讲的一台侦察机每天在绕啊绕，这干嘛、啊？这是泱泱大国该做的事情吗？没有，但是有一个前提嘛，大陆没有说不跟台湾这边沟通。对，大陆沟通的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有一个九二共识嘛。王先，你根本没有在讲，听我在讲什么？你在讲九二共识的两岸关系？那你讲的是我两三年前在讲的事情呢、啊？我现在是说共机这个事情，好不好？你不要再跟我什么九二共识、什么两岸关系的定义什么那个我很早前都谈过了。我的意思是说，对，王先，你一个误会，就是你以为。对不起了哈，我先讲，就你以为军机这样子飞会让我们，因为你这样飞让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对大陆都是反感的。我知道这个是没有，就因为怎么样？因为台湾的这些观感，我觉得可能现在大陆这边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去改变了。因为王先，我们宣传在那边。王先，你饶了我吧，我跟你讲，你们一定有方法了。你们兵强马壮，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你说对这么一件事情没办法，然后每天得派台飞机在那边浪姐啊，拜托哎、你不要帮习近平找理由了。来，你请说。来，不好意思，最后一点，最后一点，其实我觉得很简单一句，就是现在为什么攻击这样飞，它有点像回到以前我们60-70年代炮击金门那种状态，它只是有一个行李如仪的一个作战的一个样子，但是其实它不是要打金门，它也不是要打老百姓，他只是说我们还是有一个联系在，保持两岸有一个军事上的一个联络，就是我们现在内战还没结束，这个就某种意义上就象征的是一国嘛。王先生，他只是有这个意思。我跟你讲，全世界承认中华民国只有15国，你们这个做在浪费时间，浪费人力物力了。谢谢你了，就角度不一样了。什么角度不一样？你们占尽了所有的优势，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只有15国承认我们，其他都承认你们。你一点自信都没有，还要靠飞机来连接两岸？那啊，你这个，所以王先生，就无论如何，我认为你是善意的啦。但是有时候这个哦角度不一样，我们的这个哈、哦、也谢谢这个上海王先生。Hello， 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嘿，你好，您住哪？贵姓？你好。我是福建福州姓李。福州的李先生呢？你好，请讲。
你好，那个两岸经济闹台的事情，我认为就是对台湾这边肯定是不利的。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对两岸的关系有大概有三种看法。一种是独立、和谈，还有维持现状。那其中维持现状的肯定占了大多数。那通过他这个飞机这样的飞，那就一个防空识别区的现状呢会改变。那就发现这些人就会发现现状已经无法维持了，那所以他们就会转向独立或者和谈。李先，你说因为这样子飞现状没有，那个有点也有点夸，如果照你们的军机这样子飞哈，是没有什么影响啊，只是很无聊而已啊。不这样子飞，就如果不飞的话也不行啊，不飞的话又回到了维持现状的现状啊。李先，我刚讲过的，如果你们不飞，你们的军机不飞，对不对？你们还有一万种方法可以来处理这个事情，不用每天派飞机飞啦。因为大陆对台湾这边就是一个棒子一个萝卜嘛。对，那棒子这一块的话，现在原来的外交打压，估计现在那些对维持现状的那些人已经是毫无感觉了。那只好用军事上的打压。那一台侦察机要打压什么？这个只是表个态啊，我现在有个军事上的压力给你讲。那你先，我个人就很讨厌这种表态，这到底是便宜了谁？到底你们肯定是民进党嘛？那你们也没达到目的，然后我们这边讨厌你们的这个氛围更大，对台湾这边不利了，因为便宜了民进党。是啊，所以我刚讲为什么苹果的网站它每天都出这个新闻，一到起被狼一天啊，黎智英的新闻最好你们两岸哈，这个台湾跟大陆最好也闹一闹，他是为了香港啊，他难得管你什么大陆台湾的？那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诡计嘛，也知道黎智英在想什么，那我们干嘛？大陆实际上是希望民进党当选。根本不希望共产党担，都不去希望那个国民党担心。为什么？民进党多好啊！民进党现在就已经在为统一后做准备了。好，李先，谢谢了。好，谢谢。李先，因为我时间的关系，谢谢你打来。好，谢谢你。你后面讲这有点像赌气了。好，就像很多人就讲说希望川普当选、川建国，然后有人说这个大陆的网友最希望蔡英文连任，蔡英文连任两岸比较早统一，这种就有点在那种。那个不，李先，你前面讲的我同意了哈。来，这个88623631，来，你好。哎，这个一定是 set 很久的。你好，你好。Hello，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来，您住哪？贵姓？你好。我贵州的，姓杨。贵州杨先生，来，你请说来。对。是这样的啦，一直在看这个节目。谢谢。是这个从应该说4年前吧就开始看着了那杨先生杨先生我们就开门见山吧，好不好？好吧，开门见山说一下吧。来首先来说，我是这样认为的啦，就是说大陆台湾大陆对那个飞机啊，咱们飞到那个西南角去是为什么呢？我是这样认为的啊，因为那个是咱们大陆解放军在做台湾，在做这个咱们发生战事的时候做准备，所以说我认为应该是派我们的飞机去搞这个训练的，对不对？派侦察机训练，所以说我们针对对啊，肯定那边的海域我们要摸清情况。侦察机要怎么训练呢？还要摸清那个地方的水文，要摸清那个地方的这个水文地形。杨先生他来很多次的，他不是来一次两，他来很多次啊。所以说不同的飞机去啊要熟悉情况啊，今天是你去明天是我去，对不对？不是说每一天都是同一架飞机吧，对吧？杨先生，并且都是侦察机吧。你有别的高见吗？不，这个我说了，我说了，他是这样的，对台湾有没有好处呢？我觉得要分层次来说这个事，对不对？你假如说对大陆来说，我觉得我们大陆啊所有的，因为大陆很多那个大部分的人是把台湾人看成我们的同胞，是我们是一家人，对不对？这个你不可否认，我们大陆人从来没有说台湾人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没有仇恨到大陆这个台湾的同胞，这个是首先得肯定的。但是我们台湾呢就分了很多，就绿营的那一块呢，很多人真的很仇视咱们大陆，这个是肯定的，对不对？这也是真的这是事实吧。是就是说我们那个对那个
才我们这个飞机啊，就是第一个是提升我们的战力吧，就是以防战时的时候。哎那个杨先，这个我就不听了啦，好不好？谢谢你哈。你如果说在讲那个什么是训练啦、侦查啦、为什么演习这种你自己骗自己的，我就不听了。怎么可能呢、啊？怎么可能？今天解放军就为了这么一点，就每天派台侦察机面绕两圈，这样叫做什么侦察演习训练？你不要自己骗自己啊！不要去合理化这种三八事情的理由啊！又无聊嘛。你就是束手无策嘛，你是对台工作失败嘛，又没教啊，就派台去乱他，这哪是大国该做的事情啊，你这醒一醒啊，习近平不要再浪费钱了，我们也浪费钱啊，你非要油我非不用油吗？你加的是油，我加的是水吗？这心痛仇快，这就这是一个很蠢很三八的事情啊。就我拿民进党没办法的，我每天派台侦察机绕个两圈，绕个两圈怎么样？这还是丢脸啊，那一点意义都没有啊！我们打不赢你们啊，我们跑也跑不掉啊！我们这么多台商在那边，我们40几%的出口在靠你们，每年那边赚1000多亿美金的贸易顺差，啊你还这么没自信，还在那边拉姐的。这根本就没有看清楚两岸现在问题在哪里啊，不愿意面对，因为我跟你讲，他也没有解决的方法了。那怎么办？打吗？统一吗？你没办法，就派两台飞机那边绕绕，哎，实在是这个。好，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今天用四宫格，如果你有看网络直播的话，华航 China Airlines 的这个名字缩小移到机尾，然后呢，这个 car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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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货机的意思。好，就是货机 cargo 就货机，它不是载人，是载货物的哈、哦。把那个 C 放大，然后呢，包藏这个台湾地图的意象啊，在你看到画面的左上角那个 C， 好、哦，不过我也很怀疑说，其他外国朋友看得出来吗？我们台湾人一定看得出来，说那个是台湾，恐怕大陆可能也不是每个人都认得出来哈、哦。所以这个是包藏台湾地图的意象。那有网友就笑哈，我们是这个货机国 cargo。你们 cargo 写这么大，就是这个比例完全离谱了哈。那网友也很讨厌，他就很怒，他说这个 China Airline China， 然后再像台湾的地图啊，就等于是中国台湾啊，这个也过度解释了啊。不管你说他是货机国或是这个中国台湾哦，多过。那自由时报下这个标题会不会太含蓄啊？因为我们知道自由时报的基本立场，自由时报就是哈、哦，恨不得明天就独立了哈。但是你这样子把台湾的印象会不会太含蓄？那要怎么做呢？好，我告诉大家，因为这个我刚跟前子在这个就赖在开玩笑，我说这一句哈，其实我去上他节目，我 round down 已经打好了。这一句我刚才节目没有把在前子的节目我没有把它讲完整了。也就是说，你再怎么凸显台湾啊，你也闪不掉 China。你不喜欢 China 嘛？可是我们就是 China， 对 ，China 是大陆，我们也是 China， 我们是。Republic of China， 这是我们中华民国的英文嘛？他们是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他们多了一个 People's， 所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嘛。啊、所以他们缩写是 PRC， 好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那我们是 Republic of China， 那为什么中国被他们用去的，我们就不能用吗？所以中华民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呐、啊。这样大家知道柔性台独的厉害的吗？我蔡英文，我不要像陈水扁一样敲锣打鼓的，我这个要去蒋去中。蔡英文他现在用另外一个方法，蔡总统的方法是什么？慢慢来，反正课纲控制在他手上啊，洗脑那些年轻人啊，我们一年的出生率大概20万人啊。好，你要看那个十二生肖哈，就平均刷了20万，少子化。好，你这些人以后就是我们台湾的未来啊。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嘛。啊，你这个新的课纲那些人，所以我不太懂国民党为什么要把那个修宪的门槛，哈、啊，不是修宪门槛了、啊，那个公民投票的门槛往下降。你往下降2岁，你一年要输几票？一年20万嘛，你降2岁要输40万啊，4年是几万？我数学不好，我也不会算啊。细你因为背咋办？
挖被几百万起，加上你离开的那些人，可能是比较年长的或什么的，所以我抓他一百万，剩就溜啊！你还没比赛就输一百万票，你要选什么？还没比赛就先输一百万票，你怎么没算啊？就你本来基本盘就不大了嘛，然后你一比赛就输一百万，就先让人家一百万票，就没意义啊！好，他是柔性台独啊，所以我刚讲哦。你再怎么凸显台湾呢、啊，也闪不掉 China。来，华航货机的改名，你有什么看法？来，0236399，我们接台湾的朋友。好，请台湾的朋友上线哈，空机你三六三 P 温公公哈。那个大陆的朋友就我们明天见。好，明天还是三通，这个欢迎大家打。其实我从大陆朋友，就阿辉泰国，你没有了解我的意思。两岸的问题不会在飞碟晚餐解决了，我没那么伟大，也没那么重要了。但是我透过 call in， 我听大陆朋友的声音。很好啊，我也要让台湾的朋友听听看大陆在想什么啊。我们没有办法call in去大陆，可是大陆可以call in来我这里啊。阿辉泰国，你了解我的目的吗？我又没有要拿诺贝尔和平奖，轮也轮不到我啊。我开这call in是有我的目的的。就算不谈共机，我下一阶段谈宪法，我还是欢迎大陆朋友打进来啊。那我们电台老板都不管我了，你管我干嘛？很奇怪吗？我在跟你聊。好，因为我发现你最近怪怪的，你在上面都写一些那种，是你心情不好还是怎么样？你心情再怎么不好，也不会有我不好了。你还有老佛爷照顾你，我是狗端老狼，你是你。来来来来来，华航货机那个你干嘛看来 ？Hello， 你好。喂。喂喂喂，你好。你好你好。您住哪？贵姓？你好。我现在在美国读书，在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州，哎、欸，您是哪里人啊？我老家是山东人，所以你是大陆的朋友啊？对对对。啊、我刚讲的你都没在听啊，那是太令我难过了吧？没有，我在听。我刚才研究怎么往台湾拨号码，还研究了好久。你这个区号前面，不是就前面那个零是要省略的，这一点我觉得节目主题嘛，应该在下面有个那个解释，就搞了半天都不知道怎么能打进来。搞了半天，你之前都没看我节目啊？我之前看过，但之前我都看的观点。不是，就是、我说我们现在这个广播的节目，你之前都没看啊？之前没有看到。那你不我是从那个印第安纳的朋友，那没看你现在我们又要接大陆的朋友呢，所以你根本跟我、哦、你根本跟我不熟嘛。怎么不熟啊？我是从上方这件事开始，我就认识你了。因为我在电台混2006年混到现在，你跟我熟？那你我今年我才20，我今年24岁嘛。那我看这个台湾的节目也看的不是特别多。那这朋友，因为不是只有我们两个在聊，这么多人在聊，你跟我不熟是让我很困窘好吗？你到底知道我现在为什么挂你电话？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吗？你不知道，所以我会挂给你看啊，你根本就跟我不熟，你这样子尴尬的是我啦，还24岁嘞，谁没有24岁过？以前大陆的顺口溜，谁没17，谁没18、啊？还轮到你跟我讲你24岁嘞？我有问你吗？莫名其妙，前面三通大陆朋友，后面三通台湾朋友，这个打了几个礼拜了，那认真点好不好？啊、没有听就不要打嘛。很多人说：“哎、欸，你怎么骂听众啊？刚刚这样子，我让他讲吗？”我不能挂他电话吗？我今天接了他，那我明天怎么办呢？我下一通怎么办呢？其他大陆朋友说他在美国，他接你，为什么不接我的？这我几人对就难，我要个规则嘛。我前面三通之前，台中一个小姐打来，我也不给他讲啊。我台中的台湾人，我要讲一下攻击，为什么不让你讲？我不会为你改变规则的，我干嘛为你破坏规定啊？我就跟你讲，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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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你好，哎、欸，你好，您住哪？贵姓？你好，哦，我住云林县省，陈先生，你好，沈先生，沈先生，啊、哦，沈先生，抱歉，抱歉，来，沈先生，你请说来。哎，那华航改这个名字，我觉得就是浪费钱啊，很单纯，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哎，然后加个很大的西在那边当台湾，我觉得也没什么意义啊。不，那个沈先，因为他这是新的货机，所以不是那个，他就出厂的时候就把改这样了。对啊，但是改后面就我们原本就叫中华民国了、啊，所以你改你在圈了、啊。沈先，你没有听懂我意思，他不是把
旧的货机改，他是新买的货机直接就涂成这样子的啦。哦，你这样有听懂吗？新的货机，嘿，他直接，但是讲，但是讲实在话，我们现在看起来是觉得没什么意义啊。嘿，对啊，所以台湾的那个 C 你有看出来了吗？那个里面，我有看出来，重点是其他国家哪知道是什么东西？我觉得恐怕连大陆朋友能够看出来，我都觉得对啊，他只知道他是 cargo。它是货机，但重点是谁知道它什么蛙哥？好，哎、欸，来来来，一样是看那个沈先，欸、看后面的沈先，我那个基本题，欸、来来来，离别马灿哪一个总统最好？哦，马马啊，离别马灿哪一个最烂？那蔡啊，蔡那个台湾人、中国人，两者皆是，两者皆不是，你选什么？中国人啊，宪法就是中国啊。哦，你选二中国人就对了。好，谢谢沈先生，谢谢你哈、哦，这没有标准答案的，大家别往心里去。我也没答案啊，我刚才讲两岸的问题不会在贝蒂晚餐解决，那解决还得了、啊？别往心里去。来来来，零二二三六三九九，来贝蒂晚餐，你好 ，Hello， 你好，龚维、你好，你好，先生吗？哎、欸，你好，啊，你好，您住哪？贵姓？啊，我姓刘，嘿，住绵阳。刘先，你住哪？四川绵阳。刘先，那你这么不给脸啊，你也帮我留个面子吧，刘先。刘先生，不是的，四川的刘先生，你帮我，你给我点面子，这么多人在看，我会被笑死啊！什么？刘先生，我的call in前三通接大陆的，是后三通接台湾的，你这个已经第五通了，好不好？哦，明天再来，明天来捧场是感谢的，好不好？对，刘先生，你这不是当场又把我打脸了，你再把我打脸，我就跟朱学仁脸一样肿了。还是顺便骂一下朱雪，来零二三六三九，来你好 ，Hello， 你好，喂，你好，哎、欸，大哥你好，你住哪？贵姓？你好，住台北，姓江，江先生来，江先生，你对华航的那个货机改这样，你觉得如何？就是没有意义啊，就是像大家说的，就是他就是西来包着台湾，而且大家大部分全世界的人应该没有看过台湾岛长什么样子吧。就是拿个地球仪或者世界地图叫美国人射飞镖看，知道台湾在哪里？那很难呐、啊，那几率太低了。不，我们都知道美国在哪里，但是美国可能不知道台湾在哪里。我小时候看到的一些书，甚至有些地图是连台湾都没有画，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有画海南岛，竟然没画台湾。有画海南岛，没画台湾，这对啊。来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江先生，来答题来，离边马菜哪一个最好？马最好，马最好，那谁最差？蔡最差，蔡最差。来来来，那个来那个，台湾人、中国人，两者皆是，两者皆不是，你选什么？我选两者皆是，两者皆是。好，谢谢江先生，谢谢你的捧场哦，谢谢你，大陆的那个刘先，明天要来，好不好？那个前面三通那个啊，我们，哎呀，但我们就旁听一下，我一个人在这边很孤单啊。好不好？大家爱与包容，哦、知道我的这个困难了、哦、来 ，Hello， 你好，喂，你好，你好，你好，大哥，你好，你住哪？贵姓？你好，哎、欸，我新店张先生，张先生，来，你请说来。我觉得那个 China Airline 改那个叫做自嗨呀、啊，自嗨好，对，可是独派很受用啊，就是给绿营的人。就是给那些人看说哦我这个有改，就像柯刚一样，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张先，我们 前一阵子的护照也是这样改的啊。对啊，把台湾放大 ,Republic China 缩小，这样就很爽了，不知道为什么。没办法嘛，他总是要做些事情让那些人觉得你好像有在做。想办法要做这些事，想办法要让台湾让世界看得见。哎，是是，那张先生，我们来答题的。离边马菜谁做的最好？我觉得都不好，只有蒋经国比较好。你不要害我。那我如果你要把经国先生放进来，我当然也选蒋经国了。好，不过现在这个、来，那离边马菜谁做的最不好？目前看起来蔡英文的。好，蔡总统来，那个张先生，台湾人、中国人，两者皆是，两者皆不是，你选哪一个？两者皆是啊，两者皆是。好，谢谢张先生，好、哦，谢谢你的捧场，感谢大家参加我们的call in。我们的节目没有特色啊，你看一个又老又穷的人在那边主持，你觉得这节目什么特色？没有特色，我们的特色就是 live 跟 call in， 所以 call in 很重要。好，大家打来，好，不要听阿辉泰国的，他叫你们不要打，
他叫你们不要打，你就不打，他是你爸、啊。好，那我希望你打，就是你在大陆没有call in谈这种题目的机会，你打来，好，我们听听大陆朋友的声音。好，所以四川刘先生，还有上次打电话到我们早上那节目那个四川那个800啊，好，好不好？希望大家多来捧场，我们先进广告。来，谢谢哈。来，我们看这个高雄发生的这个社会新闻啊，这我们调回来了哈，谢谢哈。好，这个图也可以上一下，好，谢谢哈。那有一个大一的这个女学生啊，骑机车，啊，骑机车呢，那被人家跟随哈，尾随，好，那她受到严重的惊吓，那警方火速的破案，那幸好破案，那幸好她只是这个受到惊吓了哈。那这个大一的女生呢，她骑机车啊，在等红灯的时候啊，这个嫌犯啊突然靠近她，嫌犯在后面骑一台摩托车啊，靠近她，说要跟她认识，要交朋友。好，那这个女学生吓一跳，大一的这个女学生吓一跳，说：“我不要啊，谁要认识你啊？你们好了，好，不要跟她这个认识哈。”结果嫌犯竟然动手去抓这个女学生哈，把她的衣服都抓破了，啊，就非常的那你就不是说。通常我们去跟女生说要认识人家，人家帮我们打枪也就算了嘛，就说再见啊，这个祝你幸福什么的。你动手去抓人家，好，那就是有这个动作，好，就动手动脚的哈。这个女生非常的机警，看到前面有个加油站，她马上骑车啊往加油站里面冲哈，然后呢希望这个加油站的这个员工能够帮忙啊求救报警哦。那她也打电话给她男朋友，啊，这个大一的女生是有男朋友，那男朋友也报警。那嫌犯看到那个女学生停在加油站，没办法，他就跑了。这嫌犯就跑了哈。好，那这个就是因为大马女大生的这个教训啊，所以警方立刻受理报案了，啊，还开这个报案三连单哦。因为这个，我是觉得啦哈，说这个这样的处理，譬如说他这个案子就基本妨害自由嘛。你骑车跑去跟人家要电话，啊，要搭讪，人家不理他，你动手去抓人家东西哦，等等。抓破人家衣服等等，这个在我们这个刑案来讲，它并不是重大刑案，它不是重大刑案，它是一般刑案。那什么叫做重大刑案呢？比如说这个100万以上的窃盗，杀人，然后这个纵火，总的比较严重的叫重大刑案，啊，但是这种，这个不是重大刑案，是一般刑案，但是还是开报案三连单。然后呢，警方非常的这个，快速组专案小组，然后调监视器，然后查这个，辖区有前科的这个性骚扰的，马上就破案，一天就破案了。Ladies and gentlemen， 破案就一天，我刚才跟你讲，社会书吼是没个不爱，要或不要，要做或是不做。所以你看看大马女大生她是怎么冤死的，在她被杀害的前一个月，同一个地点，同一个嫌犯，她要找那个女生下手啊，就被那女生挣脱，因为那一次她没有带绳子，那一次她是徒手，好，所以罪犯他是会演进的，他是会演化的，嘿，徒手没有办法控制女学生，他就带绳子来了。可是那一个在一个月前被袭击的同一个地点同一个嫌犯明明有拍到监视器，啊，这个嫌犯有前科，他偷了5次的内裤啊，好像基本上他的性的方面是有问题的，他喜欢去偷人家的内裤啊，偷那个女生晾在那个阳台啊什么的，能够用勾的 用偷的，应该偷腿来口啊，他性方面是有问题的，偷了5次内裤啊，所以他有前科，他也被拍到了。那你为什么不抓人呢？你如果一个月前就把他抓起来，那个大马女大生就不会死的啊。你知道台南的警方，你们一定有人下命令不要办啊，这个命令谁下的，谁就罪该万死啊，不难嘛。这个案子发生在高雄，高雄一天就破案了，真的是冤枉死，这丢脸，丢死！我跟你讲，台南市警局就摆烂了。这案子不难，没个不爱你啊！我跟你讲，那个，我讲一下哈。通常哈，你去报案，
或者你当证人，好，承办单位都很不欢迎啊。他会怎么唬你？我跟你讲哈，同学，你不是还在上课吗？就是学校上课什么的啊。你如果要报案哦，将来开庭你是要出庭的哦。你是原告嘛？你是被害人嘛？你也是证人啊，你要出庭啊。啊，出庭法院很远哦，好，没有捷运哦。你不要以为台北人家在台南、在高雄，哦，高雄有捷运的，但是也不是那么发达。你也可以快点哦。一审、二审，还搞不好到三审。好，重大案件最重本刑三年以上的要到三审去哦。开庭这不是开一次就解决，开一次解决还有什么好那个？可能要拖个五六年哦。我柔性的跟你讲说你的状况是什么？好啊，你有受伤不？你有物件碰见不？他有没有把你怎么样？没有嘛，对不对？那你接下来五六年可能法院传票来，你就得去哦。啊，我是讲给你听哦，你不要老是听陈慧文讲的。但是我别供，你要报案的话，我可以给你三连摊啊。以后你出庭，那是你出庭，我不用去啊，是你要出庭啊。你要报案吗？你确定你要报案吗？那种哈哎，但是警方讲的是真的吗？他讲的部分是真的啊。你今天报了案，你今天做了证，你就是得跑法院啊。啊，不然你不要报啊。好，但是这个高雄的这个大一的女生，我给她肯定，那我立刻就叫男友去报案啊，叫警察来啊，警方立刻赶到加油站啊。这应该是要报，还是得报啊？好，那今天忘记，明天忘记，我们这个业务过失，这个就是你执行业务的时候，你的过失导致这个命案发生啊，它不见得会成立，但是我认为一定有人犯了这个错，人家都报案了，都调到监视器的，你怎么不抓人啊？我这台南哦，那种鸟不生蛋的地方，不会有大案子啊，你为什么不认真点办呢？这我说，今天高雄这案子能够破案，是因为大马女大生的那个哈，这个命换回来的，我觉得很不值得啦。他可以不要死的。那警方的，你看现在还有谁谈？没有人谈啊，谁谈啊？他就过去就算了啊。大马女大生的父母也来了，好，也火化了，然后这个就，那现在他们要提国赔了，那就去赔啊，拿大家的钱去赔给这个。不能怎么办呢？因为你有公权力的人，那个长荣大学也是一样。那个女生，第一个女生啊，她跑去跟教官通报啊，她说我在哪里，同个地点哈，这个哈，然后遇到谁怎样怎样。那你为什么不通知呢？你为什么不告诉所有在大学周遭有租房子或是会经过的朋友的学生？你为什么不讲呢？你是嫌犯吗？你这是嫌你包庇他干嘛呢？你讲的你是这样的，打个那种软弱嘛。好，警方也不想办了，而且你监视器拍到了，你一调车籍资料，你就知道他有偷内裤的前科，马上可以抓人。你不干，弄到分局长下台了，然后警方的这个灰头土脸，啊，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进广告，飞碟晚餐，我是陈慧文。那这两天。啊，一个无聊的新闻啊，说一个年轻人，欸，我刚才问前职，我也搞不太懂，高一的学生放假了吗？放假了吗？现在寒假开始了，没那么早吧？那为什么他不用上学，可以去爬山呢？好，然后说带了五包的泡面啊，我跟前职开玩笑说，我很想知道那五包泡面是哪五包啊？是开玩笑的啊，不过我觉得这新闻哦。这个不行啊，我来讲一下哈。那当劳师动众的救人啊，把这个小朋友救出来，十五岁啊，15岁是高一吗？啊，搞不太清楚哈。我对这个是完全多解，还是17岁哈？如果我写错了，我跟大家道歉哈。那他爸爸说他同意呀，啊，这个太离谱了。小朋友说要去爬山，也不能讲小朋友，年轻人说要去爬山，那爸爸竟然同意啊。啊，说他个性很独立，这跟个性独立有什么关系啊？所以这个爸爸哈，有问题，要法办了，这可能违反儿少法。哎，你他还没成年，他跟你说他要爬山，你还同意？
那很好玩的是，他爸爸去报案失踪，欸，这个我也看不太懂，这能报失踪吗？你知道他要去爬山，你知道他在哪个登山口传给什么照片，这样算失踪吗？那我们为什么要 花钱去帮你找小孩呢？你的管教的责任在哪里？你敢说，欸，拜托你，你有爬过百岳吗？你有爬过山吗？你有什么登山的经验什么？那十几岁你一个人怎么爬？所以哦，听到没有？那个网络是很可怕的，网络很多三八哦，用揪的啦。我跟各位讲，这法律责任是很重的。好，找十个人，大家都不认识，第一天认识，然后交换赖这样，来，我们一起去爬山。他有人臭屁说啊，我爬过哪里什么的，我带你们走，已经发生过 很多次了。根本不认识的人，好，所以 你爬山，你有山友吗？啊，大家平常有聚餐啊、聊天啊，彼此认识，有很多联谊的经验什么？你根本不认识的，你跟人家去爬，你不会爬的，也去跟人家爬。我跟各位讲，法律责任是什么？譬如说我刚讲十个人，好，我们十个根本不认识的人凑在一起，好，大家去爬山，好，爬到一半呢，有人体力不好，走不动的怎么办？你不可能背他嘛，那你要把他丢在这里吗？欸，我们要继续走啊，好，我们 有既定的行程啊，你都没有在这边拖延下去不得了啊。法律上有一叫遗弃罪啊，遗弃他，好，我们继续走，不要管他，哎，你自己好好休息，好，我们就先往前走了。如果他挂了，你们另外九个人都有责任啊。他说不吧，欧北来，你知道他体力不好了，他可能脚扭伤了或怎么样的，你就放他那边自生自灭，这是有刑责的啊。看到那拱网友而且能被昏迷，那你这个我们回到这个少年的爸爸，你明明知道去爬山，我为什么让你报失踪啊？你这个不叫失踪啊，这个叫胁迫啊，那叫失踪。你明明知道他去哪里嘛，这莫名其妙了哈。那没有生命的危险，为什么要连夜赶下山呢？啊，骑摩托车，听说前一阵子出过车祸，很离谱哈。谢谢，拜拜。